Hello， 大家好，我是凯，我是频道。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岩上大支的小游戏攻略。好，那大家可以点塔的下方有一个旋转的大支进入这次的活动哦。那这次的活动呢，我个人的小账号呢，目前已经拼到了全服前73名，一共生存了1分23秒的一个成绩哦。那其实呢，这个成绩是不难达成的，因为这个小游戏它有一些小诀窍。以及固定的一个模式，大家只要照着我们这部影片的一些小诀窍再重新去玩这个小游戏，你就会发现简单超级多。那这一次的小游戏呢，如果你存活到60秒，基本上就可以奖赏全拿了啦，所以大家也可以以生存60秒为自己的目标。那当然最高生存到78秒呢，就可以送你这个好友上限10个啦。那以上大概就是所有的奖赏的介绍啦。那接下来我们就依照这个实战影片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说。OK， 那首先一进场呢，这个一开始其实是最难的哦。你会需要去躲这些两个字的一个算是图示哦。那接下来呢，这边会出现三波一个字的系列。好，那这边出完三波一个字之后，接下来就会是30000菇的这个系列了。那这个30000菇系列呢，都会是横的跟直的三个字在走哦。基本上这个时候你只要躲最左下角或最右下角就可以躲过这些伤害了。那有一些字会直接在最左边哦，那就要注意一点。好，那接下来这个躲过之后来到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呢你可以上下移动，往下面移动再往上面移动去躲过这些字的攻击。那接下来这边就比较简单了，左边动完换右边，右边动完换左边啊，基本上它会追踪你的位置哦。好，那在这边也是很简单，那这边就是下面堵完换上面，慢慢的移动就可以了。好，那在这边就是一个字很大的，那这边已经来到58秒了哦，你这边基本上只要躲过这一个字的就可以了。好，那在这边就比较算是机车一点，它会左边射完射右边，然后再往上面，上面再往下射。然后接下来是下面再往下射，那这边需要的反应会比较快一点哦。好，所以现在我们会往上面走这样子。好，那这波完之后，接下来就来到这个很大的字愚人节快乐，这边就很好躲了。那接下来就是一个最难的部分了，这边我找不到规律啦，基本上就是超多字的，而且又快，所以这边就很难躲，很难躲。那大概躲完这些就可以来到80秒的一个成绩。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关于新的影片，别忘了开一下小铃铛，一起分享铃铛，也祝大家都可以跟着攻略奖赏全拿。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大家拜拜。